盘中，欢迎收看股海大赢家，我是翻译华。今天加权指数啊，期货市场同步是走高的，在期货呢，今天还收在了相对的高点。好，不过早盘好像有个陷阱哦，开高之后呢，往下掉，再往上拉。早盘这个陷阱怎么样避开呢？今天操作上面有哪些技巧可以掌握？我们赶快邀请到是巨阳投顾的资深正奇双分析师苏威源，威源你好，一华午安，大家午安。好，因为今天这个期货市场的操作方法到底要怎么样拿捏比较好？因为很多人说，哎，开高哎，我就给他追，结果追进去之后呢，立刻往下掉，又翻黑哦。对。不过呢，这个是很危险，等你要放空的时候，它又往上拉，真的是有点双八的感觉。我会跟大家讲说，今天的行情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当然，节目一开始还是欢迎易华好回来我们节目。好，我觉得有一段时间，好真的跟大家来没有跟大家见面了。好，对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今天的行情哦。其实原则上，你看尾盘收到会最高点，收在这个9607，9607是最高点，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说，其实今天的一个行情，大家会觉得说，昨天行情开低走高，今天又震荡这样一路往上涨，对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哈，为了欢迎易华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活动，什么活动？哦，什么活动？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重要的东西，等于说是给大家的见面礼啊，真的哦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的一个画面，好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办的一个活动，叫做股海大赢家，我们惊喜的贴心价，惊喜的贴心价，投资者你看一下，这几天你往前推，过去几天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易华不在，对，因为我不在，这样对自己不好意思啊，对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提这个，因为我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跟大家讲关键的事情嘛，今天的一个行情原则上，指标其实早盘有出现翻多讯号，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。翻多讯号出现之后呢，行情开始往上涨，所以我们今天提供这个活动，真的蛮不错的活动。我这一段时间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聊这个东西了。如果你觉得说，温老师的理念，你觉得我们的工具有符合你的需求，你认同我们的这个活动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，谢谢。我们这个活动股海大赢家，我们惊喜的贴心价，真的是蛮大心的，真的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电视画面，好，你看哦，我们跟大家讲，这个惊喜的贴心价要分享给大家，要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觉得说，让你这个简单来讲，负担能够少一点，负担能够少一点，获利能够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碎啦，所以我们跟对碎哈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今天的行情，你看，其实你如果要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等等，我们节目进行当中，你就可以先来询问为什么？因为我怕等一下公狗吼点回熊嘴，怕你不小心可能会稍微占线一下下，那就对大家比较不好意思啊。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，就等一下现在就可以拨电话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，今天是呈现了一个震荡走高的格局，震荡走高的格局怎么走呢？来，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哦，今天的行情3月12号礼拜四，今天的低点在9508，你看早盘小开高，这很贼吼，又往下跌，对，然后又往上拉拉拉，哦，拉到最高哦。今天的一个收盘几乎快到最高点，今天最高在9609，在9609。那其实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一个行情原则上面来看，其实我给大家来看，其实你看到工具的指标，你就会非常的清楚。来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，会比较快吼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再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这样子。应该有清楚啦，应该有清楚。对，今天的一个行情哦，来，我们这边左下角，请摄影师把它拉近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行情早盘其实没有什么过新的一个讯号出现嘛，这边出现了一个买进的讯号在9534附近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工具的讯号哦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来到这个手板的位置哦。好，我们要掌握是一个关键的获利点哦。那关键的获利点有什么呢？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。关键的获利点有什么？今天我们看到最佳的男主角哦，就是他。好，做多的讯号，今天原则上行情你偏多操作，原则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哦，你都会赚钱嘛。红色向上箭头就是请你做多的讯号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次，我赶快不？哦，一定赶快的哈！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红色向上的一个箭头。好，我们请摄影师再把它拉近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哦，这边出现什么9534？好，这边出现哦，这边往上涨了多少点呢？来，我慢慢往上带哈，慢慢涨，慢慢涨。对，行情你就看哇，就这样涨涨涨涨涨，涨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做调节？这边出现了一个高档乖离的讯号，在9590附近。好，投资朋友，我再跟大家讲的是，其实哈，经过了这段时间。其实投资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都蛮支持的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工具的讯号很简单嘛，你看红箭头就是买进嘛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三角形要做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再请摄影师回到这个手板的位置。
好，这个讯号要做什么？蓝色的三角形，请你做什么？多方减码的动作嘛？多方减码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如果今天早盘我看工具画面，我就照着做。其实投资表你不要想太多哈，我就是怎么讲，把它自己把自己哈归为一张白纸，好，真的、啊、心里不要太多想法。你看，哎，红线都出现了，那我就做多，这样就好了嘛。好，我就做多啊，冲上去喽，冲上去看到蓝色三角形，你就调节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好，你看一下今天行情，对。第一段的一个行情就这样子啊，你今天可以做多几次呢？三次，好、哦，今天可以做多三次。第一次在这里，红色的一个箭头9534往上涨，来到这个地方高档乖离，你可以做个调节。这边哦，涨了将近56点的一个价差的空间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到了尾盘的地方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再把它拉近一下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你看哦，尾盘的部分出现两次红色的星星，对。那投资朋友，请问你要做什么单？好、哦，多单，多单嘛，哈、哦，一会儿就觉得啊，这干单的嘛。对，我跟大家讲，你看红色的星星一次、两次啊，你都做多嘛？这边价差不大，可是你看哦，今天尾盘是什么？收快最高点啊！哦，这边8点，这边大概10点的一个空间哦。好，所以跟大家讲，加码多的讯号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的位置，你看一模一样嘛。红色的星星是请大家做什么？多方加码，多方加码。哎，阿联我赶快哦。所以你今天可以做多几次呢？沙盖。好、哦，真的、哦，整整就是三次啊、哦！你今天可以做其实三次的一个空间，就啊，原来温老师啊，原来是安内哦，真的、啊，你看，其实今天行情你看到就是震荡震荡，然后一直往上走嘛。好，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，其实透过工具的一个画面哈、哦，其实我们盘中的这个教学是非常的重要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真的希望我看到的东西赶快跟大家来说明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的一个位置、哦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今天的一个行情哦，今天时间是这个哦，这个3月12号礼拜四的一个部分10点。好、哦，是这个9点钟的部分，9点26分，我们跟大家讲工具的教学，出现买进讯号跟大户做多，所以行情偏多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嘛。好、哦，今天早盘的部分要出现买进讯号的时候，我们就跟大家讲，今天出现了一个上涨，好、哦，出现了一个上涨，今天大涨了将近80点，收在快要最高点的一个位置。好，所以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跟我们客户做报告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讯号。那我们就做进场，做一个多单的一个操作，好，9538做一个操作，往上涨的时候呢，这边先做什么？获利了结，好，再压回，我们再买一次，对，好，压回再买一次，所以这边呢，再做一个调节，做一个调节的动作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投资要见好就收，对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什么意思哈？有时候你会怕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赚了变赔。好、嗯哦，对，赚了变赔哦。那就所以，我跟大家讲啊、哦，其实期货当中就这样子嘛。有时候你哎冲上去了，你先获利了结，把这个什么获利放口袋嘛。哎，真的这样心里有没有比较安心哈、哦？有啦，比较安心嘛。所以我们其实都替投资朋友您做着想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看今天工具的画面，哎，可以帮助大家嘛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投资请大家要见好就收，好、哦，就见好就收就好了。来，我们再看哦，工具的教学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今天跟大家讲10点09分的时候，我们跟大家讲目前的指标与大户都在多方，所以我们看法不变嘛，人是多方控盘，今天就不用用猜了，就是偏多嘛、哦、大户都站在多方，指标在多方，所以后面的行情呢再创新高，今天收最高9607，如同我们早上所说的，人是多方控盘、哦、目前指标跟指数再创新高，对，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钱可以生钱，让您的财富流动起来，好，钱可以生钱，让你的财富流动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比什么都还重要。你去想一下，其实期货的操作，它本来就是保证金交易嘛，哦，本来就是保证金交易啊，所以本来就是要什么，让小钱变大钱，好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我们你看哦，如果是一般工具画面跟我们的 K 线，哈，跟我们的工具跟一般的 K 线，你来比较一下。查的对哈，来，我们再回到这个电视的画面，所以你看哦，左边是我们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，哦，这样应该很清楚嘛？啊，你看一般的 K 线，你那啥今天会涨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嗯、哦，对啊，应该看不出来、啊，看不出来，对啊，谁看得出来？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把它拉近一下，你看哦，如果你今天有工具的画面，好、哦，其实你今天早上在震荡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可能在想说，哎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来，我们往左边带，哦，你看到、哦，如果你看到这个讯号。红色向上箭头，哎，是请我买进嘛？9534，那我就偏多操作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后面的行情是不是哎，如同工具所说的一样往上涨啊？你今天可以做多几次？3次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工具最大的特色，会有加码，对不对？这边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可是你看一般的 K 线呢，是完全看不出来。你今天可能就、哦、把行情从头看到尾，
然后没有任何动作，嗯、对，因为你看它一直涨嘛，你就不敢追嘛，不敢追，对，就不敢追啊，就跟有时候跟股票一样，你看到涨停，啊，你怎么跟它背啊？嗯，啊，隔天开平盘，我想啊，等一下会压回哦，然后过了三十秒又涨停，对，就是一样的感觉哈。一会儿就应该觉得这个比喻还不错啊，对，都不敢追，对，又不敢追嘛、嗯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，一个工具告诉你，哦，这边你就是买就对了，对，不管前面怎么操作啊，前面这边。买就对了哦，这样答案就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就照着工具来做一个操作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，来，我们再请孙先生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这么简单的东西您为什么不用呢？好，投票，这么简单的东西您为什么不用呢？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东西是最简单的，而且你看哦，我们还有工具的教学，还有加码的讯号，而且你看说，哎，魏老师啊，到底有多简单？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，我们一直希望说行情能翻多。对，我昨天跟大家讲，差一点点，很可惜啊。今天翻多了，哎，别拜哦。相信大家应该就是，不管说是股票还是期货，都觉得比较开心一点点。嗯、因为我还是跟大家强调，没有人希望行情跌啊，我也不希望嘛，啊，一黄也不希望嘛。对，没有人希望行情跌。那如今反弹没有关系啊，这样很棒啊。我们真如同我们所跟大家所讲的哈，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，你看到其实运用工具的一个画面哦，今天怎么样来做一个操作？我们直接重播给你看，就是看到说，哎，我老师真的是这个样子，跟我讲的。一模一样哎，来，我们请孙老师回到电视的画面，你看哦，左边好、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左边是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来，我先把时间把它倒退一下，你看哦，当早上在震荡整理的时候，可能说啊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哦，到底要上还是要下，哦，猜不出来呢。可是你看哦，接下来工具的画面出现这个讯号，好，来，我们请孙老师往左边这边拉近一下，好，这边哈、哦、出现了。红色向上箭头，哎、欸，这样应该够大了哈，嗯，很大，应该够大。我们有一些客户真的是这个长辈啦哈，所以我们设计的比较贴心，嗯，啊，你够大了哈，够大哦、喔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、喔，好，我们往左下角带哈，下面有个时间，今天3月12号的9:20，好，我们请一华帮我们 check 一下，对，好，二十分哈，好、嗯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再往上带，好，谢谢。你看哦、喔，对，这边工具出现什么讯号？9534，好，出现买进讯号。可是你看一般的 K 线。啊，我来摘，对不对？可是哦，如果你看到这边，你会想说啊，真的，我要进场吗？你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工具很清楚的告诉大家，来，我们再看，你看后面行情，哇，真的往上涨了，嗯，哇，速度很快哦，所以你要跟上工具的脚步，哈、哦，往上涨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行情，哦，你看就一路的一个什么上涨，好，涨到什么地方你要调节？你看哦，如果你有工具的画面，你说啊，上来摘我就进场了，对不对？投票，你就想啊，对，今天很多投票就说啊。对呢，早知道我就跟着做就对了、啊。可是你看，你就从头看到尾，就很可惜。所以，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，来，我们请孙老师回到手板。好，我们跟大家讲什么？哈，时间不会重来，行情您要把握。哦，时间不会重来，行情你要把握。时间就像这个沙漏一样，流走了它就不会再回来，就跟今天的行情一样嘛。今天涨完了，你说啊，温老师，明天可不可以再涨一天？啊，我一定会做对，有可能吗？不一定嘛。对，你说啊，明天的行情能不能跟今天一模一样？那这样子就没有人会赔钱啊！哎、欸，你说哎、欸、有没有道理？说啊，我老师对呢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看哦，今天行情你看照着工具讯号，好，你看往上涨之后后面怎么走？哈、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、哦，谢谢。你看哦，当行情你照着工具的讯号出现红色向上箭头往上涨的时候，来，我们再看哦，后面的行情怎么走呢？好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来，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把它拉近一下。这边出现了一个讯号，哈、哦，这边有一个。蓝色的三角形，好、哦，有个蓝色三角形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蓝色三角形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什么意思？其实，因为我希望说你把它看清楚了，因为其实今天工具画面我就直接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看，因为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哈、哦。来，我们再回到这个手板的位置，你看哦，这个讯号代表什么？蓝色的三角形，请你多方减码，也就是说你有多单的矿的 Z 要出了嘛？嗯，好、哦，对，你就把它出掉就好，应该不难吧？对，哦、应该不难吧？对，你就把它。出掉就好，你看这样子就涨多少点，中间价差已经40-50点了，好、哦，40-50点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再看哦，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，所以你看早上这一段，好、哦，其实这一段如果你把它做完了，好、哦，其实你原则上已经可以休息了，好、哦，对，还不错嘛，哈、哦，你不用看到收盘哦，你这一段已经可以休息了，可是你看一般的 K 线，哇，真的好难哦，我真的看不懂哎，可是你看了、哦、我们工具的讯号，买进需要出现，好，我们再继续看哦，当尾盘的一个行情，对，它还是持续性的蛮强势嘛，这边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把它看完。嗯，看哦，尾盘又出现两次，好、哦，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再把它拉近一下。这边你看哦，尾盘再出现两次红色的星星，哎，请你做什么？偏多嘛，哦，做多，做多。这边尾盘你看收在最高点，
收在最高点。好，我们再拉往右边看，你看一般的 K 线，投票，您仔细来比较一下，对不对？有差不？金价没涨嘛？来，我们回到全画面，好，谢谢。你看，真的不一样吗？对，这边要进场，这边调节，然后呢，这边再买。可是你看一般的 K 线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。说啊，问的是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你如果说，最近的行情真的操作很不顺利，我们跟大家分享哈。来，我们回到收盘，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，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看到是希望。你或许就觉得说啊，最近的行情真的很难做，又这样，你看到原则上是一个什么大箱型嘛，先往下杀又反弹，那明天呢？对，投票不用猜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去猜，大部分的结果可能你会觉得不是很好，你会觉得不是很好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盘中给大家的教学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哈。来，我们再回到收盘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看今天的一个行情早盘。今天早盘9:26的时候，我们跟大家讲工具的教学，出现买进讯号跟大户做多，所以行情偏多的机会是比较高的。你看今天行情出现上涨嘛，出现一个大涨，那一样我们就是照着工具跟我们的客户做分享，对，这样子进场做操作，先做获利了结，对，后面压下来再做一次进场，这边呢再做一次调节动作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投资要见好就收嘛。见好就收，所以你看哦，看法不变，还是什么？今天原则上你就是一直偏多看，这边也是嘛。如果我们所说的行情再创新高，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行情这样子来看，那你看哦，昨天呢，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大家觉得说最近行情很难做啦，对，很难做。你看一下涨，一下跌，一下开低走高，可是你有工具画面，其实真的会非常的一个清楚哈。来，我直接 给大家来看一下，你看昨天的一个行情你看到工具画面说啊，真的嘞。原来就是这样子而已齁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你看哦，工具的画面，这个是昨天3月11号，昨天开盘是大跌哦。齁，大跌哦。已经看到多少 ?9450 点哦。9450开头。可是你看哦，工具的讯号告诉大家什么？绿色星星你要什么？空单进场嘛，空单加嘛。好，往下跌，跌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低档乖离讯号，这个红色三角形这边再往上反弹。所以你看哦，这边往下跌了80几点，这边呢再往上反弹了80几点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工具的教学是每一天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所以你看哦，昨天的行情，我们在这个什么几乎快最低点的时候，怎么跟大家说？来，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一个位置哦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看哦，这个是昨天哦3月11号的11号的时候，早上的9:26，我们跟大家讲出现低档乖离跟大户做多，所以呢，短线上面对行情是有利的，对多方是有利的。反弹了60点，反弹了60点，所以你看昨天的行情，你就觉得，魏老师真的，那个地方真的就是今天，昨天我们看到低点就在那边呢。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，好，谢谢。所以你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，一样呢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这边出现什么红色三角形，加上大户偏多，往上反弹了将近80点的空间。好，来我们再看比较一下，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，真的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每一天的行情。工具画面很清楚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掌握，来，这个是3月10号礼拜二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礼拜行情，大家觉得说难度真的非常高，对，没有错，难度很高。可是你看工具画面能不能掌握？一样可以啊，一样可以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哈，来，我们回到这个手板的位置，好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用正确的工具调整好您的心态，您要的不就是带回去可以立刻上手的工具，不用再花太多时间来学习的，真的，因为大家时间，因为其实我们在最近办这个免费的一个分享的课程，我们发觉很多投票啊，龙之博赢哎，什么叫龙之博赢哎？很多的投票自己都是什么，在比如说做生意啊，还是上班，都很忙，所以你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学习，那怎么办？就是给大家最简单的方法，所以我们给大家讲，当你用了我们的工具的方法，你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哈？来，我们再回到手板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，人做单的时候，他会有情绪，对，所以会有什么动作？凹单，哦，犯错机会就大，跟股票是不是很像？投票，你想一下，你手边如果超过20档以上的股票，超过20档以上，代表什么？你会凹单。那你的操作绩效，你的投资绩效一定不会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如果是用工具呢，用电脑分析行情，没有情绪，所以呢，进出纪律化，自然胜率就会比较高嘛，自然胜率就会比较高。所以你看哦，这几天的行情都
都是这样子啊，今天往上涨，昨天开低走高，前天再往下跌。好，那你再看礼拜一的行情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把整个礼拜行情给大家再看一次哦。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是什么？3月9号礼拜一的行情，一样卖出讯号出现之后也是往下跌。好，这一天的空间不是很大，大概20几点的空间。可是你看，这个是前天的50几点，昨天的哦，先跌80点，再反弹80点。来，你看今天的这边三笔加起来也将近60-70点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将近60-70点的一个空间。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说，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办这个活动？我们刚才在节目 opening 有跟大家讲嘛，什么活动呢？来，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，我们股海大赢家惊喜的贴心价，因为今天指数反弹，很多投资朋友就是说还是没赚到钱啊，真的哦，很难操作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分享，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呢，来，我们回到手板，人生最坏的决定就是你决定什么都不做。你今天看到了哦，如果你真的觉得，已经觉得说魏老师的工具你觉得蛮有兴趣的，您今天看到这个活动就欢迎您哦来做一个把握，欢迎您来做个下询。好，我们稍后还有更多这个期货当冲的技巧，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。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含伤多，咳未完，三支香治嗽散，咳两时啊，含咧嘴内。青纳喉上盖赞，三支香治嗽散。爱河中央公园绚丽耀眼，3D 光雕秀，台银大变身，烟火水舞绽放，港都热情。高雄灯会艺术节，欢迎您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。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要止痛，爱心消炎；要止痛，马爱安心。三支雨伞标消炎止痛定，不是类固醇，不是抗生素，是安心的止痛药。爱立明消炎止痛四大字，这是三支雨伞标消炎止痛定。时间不重来，行情要把握。趋势精英决策系统，掌握关键获利点，简单明确好上手。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创新按摩沙发，全新家具概念，独家 4C 轨道技术，摇动舒眠按摩，专利三合一翻转收纳，Fuji 乐沙发按摩椅，体摸机 Fuji。Lamigo 带您走遍全中国，全程无购物、无自费行程，让您玩得安心、尽兴、有尊严。Lamigo， 福特酷咖搭载全新进化 2.0 TDCI 柴油引擎，决胜力强悍释放，续航力油耗超越 Hybrid SUV， 防护力精准预见，力量的总和。全新福特酷咖，王者实力，才能兼备。1.5/2.0 EcoBoost Turbo 引擎同步上市。股海大赢家，这个阶段我们要跟您来说的是在筹码面最新变化哦。今天在外资的部分呢，有买超，可是呢，这个买超幅度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这么多，而且在这个期货市场的部分，同样也是加码的，对，还是偏多操作。我这样子跟大家讲，其实外资这一段时间以来，觉得说多多空空的哈，变来变去哈。可是你看啊，我刚才上半段跟大家看的，你看工具的画面就是这样子啊，每天都呈现给大家看。你说，魏老师原来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看，所以。你去看这个东西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资的筹码哈。来，我们请分析师来说啊，今天的一个外资期货是偏多操作，2500多口嘛，净多单已经又回到13000了，又回到13000。可是你看哦，如果它的净多单增加的速度，来，我们再对照另外一个东西，你看哦，它的这个现货部分，你看买这么少，你不会觉得很怪吗？
很奇怪啊，买多少14亿而已，十四亿，对，14亿代表什么？它没有什么再买什么全持股的部分嘛，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哦。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，我们跟大家讲是什么？这个操盘啊，不是解盘。我常跟大家讲，我们不解盘，谈操盘，期货当冲实战。好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今天真的哦，真的。欢迎一华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这个东西跟大家来分享。你看，平常我都没跟大家讲哈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画面。好，这是我们股海大赢家哦，我们的惊喜贴心价。我们跟大家来分享。因为如果你看我们节目时间很久了哦，今天离跨家固啊，你看了一段时间，觉得说温老师的一个我们的操作、我们的理念、我们的工具有符合你的需求的话，那其实您就可以趁今天这样的机会哦，让我们哦。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，所以你看到其实今天行情我们再复习一次，今天原则就是一个什么开平盘，然后慢慢的一个往上涨的行情，所以你有工具的讯号，你会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有今天就是原则上你看到讯，你就照着工具做就好了，就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哈。来，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，所以你看就像这样子，对，今天的低点高点相差了101点，哎，蛮多的哦，空间是蛮大的哦，所以你看今天运用工具的画面，你可以做多几次呢？一次、两次。三次哈，运用工具画面，你可以操作多单是三次的一个状况。这边往上涨，你可以做个调节。这边涨了大概50点，这边呢8点，这边1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哦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，大家就是熊熊追啦，哈，真的你给我慢熊他追啦，好不好？你如果真的说，欸，想要运用工具来操作，欢迎大家哈。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，如果这不是您要的，那什么才是您要的呢？哦，这么简单，您为什么不要呢？其实运用工具的画面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再比较是，你看今天的行情。就可以让大家说，欸，你运用工具真的可以帮你哦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工具的画面，左边是我们工具的画面，右边是一般的 K 线。你看，真的不一样吗？买进讯号在今天出现之后往上涨，涨了57点，到了尾盘一样出现2次做多讯号。你看一般的 K 线完全看不出来哦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，我们股海大赢家惊喜的贴心价，今天跟大家哦，跟您做个分享，欢迎您来做个下询哦。好，各位大家感谢收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，拜拜。